过台湾多次的 Miss A， 先前都是参加拼盘演唱会或是颁奖典礼，这回终于在台湾举办首场 Miss A 的见面会喽。开场就带来他们最新迷你专辑的主打歌 I Don't Need a Man， 表现出个性女团的风采。注意节目哦。